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下 NVL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石坚叔的演艺人生。咁上一集就分享完阿石坚叔拍摄过嘅电影。咁但系石坚叔咧系一啦喺呢个70年代嘅中期啦，亦都系加盟咗无线电视，咁就拍摄过好多电视剧集嘅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啲电视剧集。咁1975年就有《功夫熱》，咁呢一套就系第一套喺电视台拍嘅电视剧。咁啊，石坚叔就饰演柳仲元。跟住1976年，《杨贵妃》，石坚叔就饰演郭子仪，都系76年，《黄飞鸿》，石坚叔就饰演四爷。都是76年，狂潮，石坚叔就饰演程一龙。跟住1976年，书剑恩仇录，咁石坚就饰演张召忠。1976年，民间传奇之麦路远，石坚饰演铁如史。1976年，3年08個月，石坚饰演刘广。咁跟住就1977年啦。1977年就有两套，咁第一套就系《大报复》，咁啊石坚就饰演韦信尧。跟住系《霸王谷》，石坚饰演基叔。跟住1978年有三套演出，分别是《大亨》，石坚饰演孔擎天；《强人》，石坚饰演雷少棠；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石坚饰演谢逊。跟住1979年，《铁错门神》，石坚饰演白云中；抉择，石坚饰演古大牛；楚留香，石坚饰演李官宇；网中人，石坚饰演龙冠三；明剑风流，石坚饰演余放学同埋余独学。跟住就到1980年啦，咁1980年咧就得一套片嘅啫，咁呢套片就系《亲情》，咁啊石坚就饰演苏大鹏，跟住就到1981年啦，1981年咧就有好几套，有4套。有4套，分別就是《風雨情》，石堅的角色就是金伯，跟住是《情迷》，咁石堅飾演羅伯佳，跟住就是《佛山湛先生》，石堅就飾演葉明心，跟住就是《逐個逐》，咁石堅就飾演莊志仁。咁跟住就1982年，82年就有两套剧集，第一套就《天龙八部》嘅《虚竹传奇》，咁石坚就饰演乔峰个老豆萧远山，跟住就《戏班小子》，石坚就饰演袁虎。然之后就是1983年，1983年就有3套电视剧。第一套《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》，咁啊石坚就饰演裘千仞。然之后就《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》。咁石坚就分析呢个裘千仞同埋裘千丈。
然之后就是神雕侠侣啦。神雕侠侣啦，就石坚饰演嗰个和尚慈恩。呢、这个慈恩其实就是求千引。跟住就是1984年，84年就有三套电视剧，分别是《笑傲江湖》，石坚饰演黄元霸，跟住是《天师执位》，就饰演呢个孙慈，然之后第三部就是《魔域桃源》，石坚饰演傅千山。跟住1985年啦，85年又是三套，后生可畏饰演黄水添，雪山飞狐饰演双剑明，新扎师兄的续集饰演钟贵。跟住1986年，刘文大亨就饰演赵志远，即是郑裕玲的外公。黄大仙饰演招贵才。跟住86年《大班密令之英雄交响曲》，跟住87年呢就有三套电视剧，分别就是《道心五》，饰演陈英，《天龙神剑》，饰演严一笑，同埋《大明群英》。跟住就是1988年，咁就得一套嘅啫，《义薄云天》。咁啊，石坚就饰演余彪。跟住就是89年啦，《上海大风暴》。咁啊，石坚饰演童柏年。跟住1991年，咁套剧就叫做《我是黄飞鸿》。咁就饰演黄飞鸿，咁呢套剧亦都系石坚叔最后拍摄嘅一部电视剧啦。拍完呢套剧之后，石坚叔就冇再拍电视剧啦。此外，石坚亦都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过一辑嘅《狮子山下》，咁嗰一辑就系儒家，就系1976年嘅。咁佢就饰演一个老渔民，叫做来叔。咁石坚亦都拍过两个广告喎，咁一个就系佢做奸人嗰个利口乐啦，利口乐薄荷糖啊。咁另一个就系眼镜88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石坚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分享出去俾其他喜欢石坚嘅朋友等佢哋收睇。咁另外未订阅我哋频道嘅朋友，亦都希望你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M 频道。咁我哋出新片嘅时候 ，YouTube 就会即刻通知你，唔会错过任何一条新片。好，今日时间到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影视红星嘅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